一、二、三。哦！我的梦，吓掉了。真正的猎王大挑战，今天的挑战是陈汉典。如果你要接下这个主持棒，你就必须要跟他接吻。哎呦，敢不敢？巴拉西，太恐怖了！舌头，斯巴拉西，舌头有碰到吗？啊，玩太大了！我碰一下就好，碰一下。好，来，1、2、3，要碰到，要碰到，碰碰碰碰，没碰到，没碰到。来，有了，对呀，哇，他听说。陈汉典，喝嘛，看着王仁甫跟邱慧文一起喝精华液，1、2、3，来，一口来一口，哇，碎，好不好喝？对，你不要喊。